看好了你们啊，接下来我就要五十级了，哈哈哈哈，接下来我就要升到五十级了呀，兄弟们啊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我就要五十级了，有人要是落了这个五十级，有啥好激动的呢？你瞅你那样，你不懂了吧，老弟啊？哟，后面还有一个东西，五十级要对领东西，领啥东西呢？五十级首先对领级统计里边，重点是五十级啊，有好东西啊，老弟啊！哎，那你哟，重燃宇智波，一个六十八啊，直接给你一个忍者，知道吧？看到没有？都非常的脏了，老弟啊！直接给你一个这宇智波鼬啊，老两过来，就是他啊，对，六四八，哎，人说买一送一吗？对呀、啊，买一送一，对，老表，这才对嘛，这才对嘛，老表。就是这样啊，买一送一，一个六十八，他两个得忍呐、啊！哎呀，我去你个老屌，这个太划算了呀，老屌！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我就把这宇智波给他带回去了。你个老屌，他妈死的呀！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咋整啊，老屌？你说这可咋整啊，老屌？你得生气了。这个一点都没有称号了，老弟，真脏啊，老弟，这个没有称号。哎呀，真是生气呀，兄弟们啊，没有称号，没关系，没称号就没称号啊。简简单单的宇智波，啊哟，这下 PK 场又不敌了呀。